的身体为之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交卷子了，嗯 ，Give me your paper。那个，袖子里的那个 paper。没有。气能气？没有。没有，那交不上个卷子。你们有的比他知道多的，有的比他知道的少的，那么现在他所讲的，你们大家来折中批评一下，看看他哪个地方是讲的对的，哪个地方是讲的不对的。对的就可以用的，要不对的就要改。对呢也没有人赞成呢，我们就通过了。今天无量广天广果天，这也可以，也讲得通。讲错了我也不负责任，讲对了那是你的幸运。不负境界不思议，一切众生莫能彻，普令七心生性解，广大意要无穷尽。诸佛，这一位天王赞叹诸佛，诸佛这个诸字也可以说是十方佛，十方诸佛，也可以说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按照十方诸佛来讲，这是个多字，要是按照本师释迦牟尼佛来讲，这是个一字。这个诸字也可以当多字讲，也可以当一字讲。说是啊，法师你这回啊讲经真是讲错了，这个诸字任何人都是当他一个诸佛，就是啊十方诸佛一切佛。你说当一字讲就是一位佛，不错。你当多字讲我就当一字讲，你讲你的多，我讲我的一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呢？一已经不少了，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呢？那么这个一又把它呀这个意思再改，连一也没有了，这叫个诸，这是一个语助词。当语助词来讲，语助词来讲呢，就是诸佛，就是这个佛。这个佛是哪一个佛？是没有佛。没有佛可就是这个佛，这个佛也没有到十方去，也没有到微尘里边来，就是这个佛。说没有这么个佛，没有这么一个佛，怎么会有那么一个佛？你想想看，这个佛是诸佛之母，这个佛是众圣之尊，
这个佛是天中天，这个佛是圣中圣，就是这个诸佛。所以就说诸佛境界不思议，诸佛的境界不可思议。怎么不可思议呢？你们想一想，想一想就是可思议啊！你不能想，你不能想就是不可思议，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意。那么怎么样叫不可思议？我告诉你们，这个境界就是没有境界，什么境界都没有，本来如是，本来不多，本来不少，本来不大，本来不小，你说有个什么境界啊？你要说有个境界，那就是着相。所以这个不思议就是没有境界。诸佛没有什么境界，诸佛和俺们是一样的啊！你不要另外头上安个头，说说啊，诸佛，你不要向外去找，诸佛在自性里边。确实是啊，这个法师越讲越错，把个诸字也不会讲，又说没有境界，没有境界，怎么这说不有境界呢？在什么地方呢？境界拿来看看，你说有境界，你把境界拿来我看看啊。下面这三个字说得明明白白，不思议，不思议，你要是有境界就可思议，因为他没有境界所以不可思议。这就是啊，是诸法空相，这是诸佛的境界。诸法空相你又有个什么？哎呀，我不要讲的太多，太多越讲越没有边啊，还回来了，一切众生莫能彻啊。不单说你我他想不到这种的境界，就是任何的众生，从菩萨到地狱恶鬼畜生，这九法界的众生，没有哪一个众生可以知道佛的境界。在这个《华严经》又有几句偈颂说：“绕人欲识佛境界，当净其意入虚空。”你要想知道佛境界，你把你那个心里呀、要清净了。要干净了，要 really clear 啊 ，no one darks dirty, no dirty 啊，当尽其意入虚空。你要能尽其意入虚空啊，好像虚空似的，那你就知道佛的境界了。佛的境界就是虚空啊，空无所空，所空亦无。那空连那空空都没有了啊，这是佛的境界。那么既然这样，你说我说什么也没有，那么你怎么说我讲错了？我这有所根据的吗？我不是空谈的。哎，现在你知道我没有讲错啊，你原来是打那么多的妄想啊，你不明白这个诸法空相的这个道理，所以才说一切众生莫能彻，没有能揣测的，没有能明白的，没有哪个众生可以了解的啊！普令其心生信解呀、普是周遍，这个普就是周遍啊，周遍时令一切众生的心啊，其心生信解，生这个心生明白，广大义要无穷尽。这个广大义要的天王啊，他说这个偈颂啊，
他知道这个佛的境界虽然说是不思议，但是也无穷尽。这个境界虽然说是没有，但是还无穷无尽。这个境界呀，是多得不得了。你说这个世界上所有刮风也是佛的境界，流水也是佛的境界，钟鸣也是佛的境界，鼓响也是佛的境界，乃至于那个蚊虫如也是佛的境界你要明白了都是佛的境界，你要不明白这就都是众生的境界。这个绕有生堪受法，佛威神力开导彼，令其横渡佛现前，沿海天王入世间。这个绕有就是假设有，那么在说这个寄送的时候还没有这个众生，所以说假设有这一类的众生。什么众生呢？就是堪受法的众生。堪，这个堪字啊，就是堪可接受这个法，堪可接受这个佛的法。咱们这个意思就是说，不一定可以，将将的可以，差不多可以了，就是中国所说那句虚话，差不多可以受这个法的。佛威神力开导，他差不多可以接受法这一类的众生，佛呀就用他这个大威神力开导彼，就令这个众生一步一步的向佛法这个道路上来走，一点一点的这么循循善游，循循善游啊，就是用这个方便法来试一试。咱们这个众生啊也不明白，没有接受这个方便法，又用那一种的方便法来试一试看看他接受不接受，这叫循循善游，就是想尽方法来开导众生，令这个众生从这个愚痴得到智慧，从这个智慧要得到觉悟，这叫开导彼。开导彼，这个彼就是这个众生。
令其横渡佛现前。那么使令这个众生啊，常常看见佛，睁开眼睛也看佛，闭上眼睛又看佛，啊，不睁不闭也见佛，所以呀、啊，横渡佛现前，他常常见着佛，想不看也不可以。啊，好像那个城东老母，他最怕见佛，啊，但是。他睁着眼睛也看见佛呀，现在他前边，他赶快把眼睛闭上，这个佛还是在他前边啊，他跑到啊一个角落去，这是一个 corner 啊，对着这个墙啊，面对这个墙啊，说这个佛你不能在我前面了啊，这个佛还是在他前边啊，他各处跑，想躲避佛啊，不见佛，但是走到什么地方也躲不开啊，他在什么地方这个佛就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啊这一类的众生啊，他和佛有缘，他想不受佛度也不可以的啊，没有法子跑得了，所以令其横渡佛现前。这个渡就是常常看见，沿海天王入世间。这个沿海天王啊，他就看见有这种的境界，有这种的情形啊，佛啊。这个威神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众生啊没有法子能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啊我们现在啊都是众生，众生啊哈没有法子能明白佛，那么佛呢可明白众生啊，无论你哪一个众生，你的心里所想象的事情佛都知道，所以在金刚经上说，一切众生绕干种心，所有一切的众生绕干种心，无论你有多少种心，如来悉知悉见，佛呀啊，完全知道你的心想什么，啊，完全知道你所欢喜什么，佛都知道，悉知悉见。那么这个沿海天王，他见着这种的境界，他就啊说出这么四句偈颂来。一切法性无所依，佛现世间一入时，普于诸有无一处，此亦圣智能观察。一切法性，这个法的性是什么呢？就是个空，空无所有，因为这空，所以就不需要依了。你说这空它依个什么？无所依，没有一个所依处。佛现世间已如是，佛呀到这个世界上出现于世，
一入世，也就是啊，好像这个法性是一样的，也是空。那么空什么呢？佛，空一切有。要没有有，怎么就会有个空？所以啊，佛空就空一切有，所以才说普于诸有，无一处，不依一切有。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无相的。佛教一切众生，他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教化一切众生，他要离相。你离相才能得到觉悟，那么佛自己要有一个相，那岂不就是一个大矛盾了吗？所以佛呀是空相。那么这一个道理，所以说此义这一个义理是圣智天王他呀能观察明白这个道理。那今天来这个客人，这个客人呢跟我们讲了很多法，他想不到这很多法呀我们这些个人呢早就都明白，他费了很大气力，他们听的可是不太难，一点也不难。那么你们今天晚间呢来评论评论他这个讲演是讲的怎么样，谁有什么见解都可以提出来研究，那么每方有什么事情来大家共同研究，看看谁有什么意见啊？有什么意见就说，没有什么意见那么就不说，这个意思。不要一个人偷着讲，得到这个微妙法了啊！听着，粗言及细语，皆归第一。语，粗言就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就很粗的那个言；细语就很微细的这个意思，这个话，皆归第一，都是变成第一了。我以前听经啊，我专听这个不会讲经的人讲经，他讲的越不好我越要听，讲的好的我就不听了，我就愿意听这个不好的。为什么呢？不好的里头你要能找出一个好的，那就是道了。所以和你们这些美国人正相反，你们美国人昨天去听，听完了说啊，这一次已经就够了，已经就太多了。那么这和我这个这种学佛法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我记得
我是十三四岁的时候，有人呢讲这个地藏经，离我那儿五里路，那么每天讲的时候我都去听啊，听不是坐车去听啊，就用这个自己这个两条腿来跑啊，去要一个钟头，在路上要跑一个钟头，回来要跑一个钟头，那么这么远我也天天去听。讲经这个法师呢也不认字，把字都讲错了啊，好像啊今天这个法师也是这样子。那个方居士写那个台风细港，他说台风龙港啊，因为那个上面是个龙字，底下是个一字，他说台风龙港。嗯，但是我听着，哎，这很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呢？这个风啊，在易经上讲的，云从龙，风从虎，所以啊，这个飓风就有云，云一定有龙，啊，它是龙岗。今天说这个《法华经》上有三句经文，它是什么来着？有人记得吗？那事情为什么就把它忘了？说这个法师，说这是菩萨。那个《法华经》上说啊，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他呢，他说是一口生，一法化生，得佛法分。这是《法华经》上所说的道理，他能记得能讲已经算不错了。以他这一类的人，现在他能敢讲啊，已经是很不错了。果宁，你批评他怎么现在我问你不讲了？你怎么不比不对大家讲一讲这个情形？不，你对大家讲一讲。向所有的人来学习，学习什么呢？善者可以为法，不善者可以为戒。那么你要认为他是对的，我们就要照他去学习；如果认为他不对的，我们以后做事啊，就不要那么样子，不要照这条路上跑。所以这是很要紧的，让大家共同来研究。那么大家有什么见解，就拿出来公开的讲一讲，这是好的。咱们都要注意啊，把它记一记。祝众生心所欲，祝神通力皆能现，个个赤别不思议，此至床王解脱海，这个谁呀？谁？就是跟着，也就是啊，随顺着。
随顺什么呢？随顺众生心和众生欲。所以说恒顺众生，普贤王菩萨、十大愿王、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承随佛晓，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这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发的。他说第一啊，他要礼敬诸佛。这个礼啊，有七种礼。七种礼其中的一种就是我慢礼。这我慢礼呀、就莫如不礼。你要不礼呀、还好过礼了。怎么叫我慢礼呢？好像你们叩头像坐火箭到太空，那就叫我慢礼啊。心里啊也不做官，身呢也就是这么制作一个形式而已。你心里没观想啊，我现在礼十方诸佛，礼十方法，礼十方僧，就这么啊，好像坐火箭那么快啊，头啊也没有扣到那个拜殿上呢，就起身了，起身又扣，起身又扣，不知道啊，慌慌张张的，是想要到厕所去啊，是回着想要到什么地方去啊，来不及了，等不了了啊，不能等了。那么这就叫我慢礼。有身心恭敬礼，身心恭敬礼，这心也观察我这拜佛呢，身也很如法的，很次第的啊。那么拜下去，拜的很自然的，不是啊像坐火箭那么快那么迅速，不是赛跑呢，这叩头不是赛跑啊，不是看看赛跑，看看谁跑得快啊。我看有几个人叩头，哦，人家叩一个三个已经都叩完了啊。随着念这个偈颂，他也不随着这个意思去拜这个啊，不知道是谁叫你们的。身也要恭敬，心也要恭敬啊，这拜佛。所以一样的事情，你看人家拜佛就有功德，你拜佛啊什么功德也没有，空过了啊。还有这个法界里，法界里啊是遍离一切诸佛啊，就是啊普贤菩萨这个一者礼敬诸佛，礼敬一切诸佛啊。这七种礼啊，你们初学佛法的就应该呀、去看一看，研究研究啊，要知道。我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不完全讲。
以后你们愿意懂就自己研究，不愿意懂那你就糊涂着。医者礼敬诸佛，礼敬一切诸佛。二者称赞如来，第二呢他要称赞十方如来。三者广修供养，他要啊广大的普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第四呢他要忏悔自己的业障。五者随喜功德，他要随喜诸佛的功德。六者请转法轮，请佛转法轮，请菩萨转法轮，请阿罗汉转法轮，请这个一切贤圣僧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第七呀，请这个一切佛呀，他常住于世。八者就常随佛晓，常常啊跟着佛晓。九者恒顺众生，啊，就恒常的啊，他随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他所有的功德给十方众生来回向，他自己不要。所以现在说随诸众生心所欲，随着一切众生他的心所欢喜的事情啊，所愿意的事情，他心里啊愿意什么，佛为神通力皆能现，佛用这个神通力皆能啊满一切众生愿啊，满一切众生愿。你众生啊愿意什么，他就啊示现什么给你。啊，各个识别不思议，这所有的众生心呢是不同的，各有个人的思想，所以说各个识别，识别就是不同。那么这种不同的境界啊不可思议，你没法子明白。嗯，此智闯王解脱海，这个是啊这个智慧闯天王啊他得到的这种解脱海的这种法门。你看看众生这个心啊，有的人呢就相信佛法这个信，有的人呢又不相信佛法他这个信，有的人呢又将信将疑这个信，你说多奇怪啊！有的在这听经的听了这个道理就生一种信心，来研究佛法。有的人呢，他好像啊，这个风从耳边吹过去了似的，过耳不留。有的人在这听经，就想要吃一点好东西。有的人在这听经说没有喝酒那么好，有的人在这听经啊说这还不如饮咖啡呢，有的人听经说不如我去跳一跳舞了，有的人说我去看看电影啊比听经好得多啊，种种的心思想不同的啊，有的人听呢啊，我今天呢又明白很多的道理啊，入怀至宝。有的人呢觉得就干燥无味啊，没有什么意思。有人呢又想啊，莫如去爬一爬托去了，这个听经啊没有爬托那么
坐着死板板的，又这么冷。所以你看，就现在听听这么多个人，这心就不同。有的人打妄想啊，打到啊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有的人又打妄想打到东方啊琉璃世界去了；有的人打妄想又打到南方宝生世界去了；有的人打妄想又打到北方啊这个结末世界去了。啊，他们各有所想，所以说是啊，各个识别不思议。过去所有诸国都一毛孔中皆示现，此是诸佛大神通，爱要寂静能选说。我有的时候啊会念错，因为我闭着眼睛啊没有看那个字，所以啊我要念错的时候你们要告诉我一声。过去没有过去，现在没有现在，未来没有未来，这是《金刚经》上的道理，是三心了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怎么说过去心不可得呢？过去的已经过去了，那么过去了就没有了。你说现在心，现在不停啊，你说这个是现在，这个又跑了啊，你说这来这个是现在啊，这个又跑了。现在不停，所以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未来的还没有来呢嘛，没有来的呢也了不可得。所以你找这个三心了不可得，你要三心不了水难消啊！你有过去心，有现在心，有未来心，连丝竹啊供养你一杯水你都啊受不了啊，他没有法子消化这种的供养。无冠绕名金也化，无冠啊，所以说佛智比丘实从无冠，无冠绕名金也化啊。所以在出家人吃饭的时候要有三念，无冠三念，这是啊，第一愿断一切恶。俺们吃这个饭呢，愿意断一切恶。第二愿修一切善。第三愿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三念无关。一济功多少，量比来处。二纯己德行，全缺应供。三防心离过贪等为宗，四正是良药为疗行哭，五为成道也应受此时。你要明白这五种的观呢，你要吃金子也会消化了，不要说喝水。那么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三心了了，你受供养呢是没有问题的，你三心不了啊，
就是受人家供养一杯水呀、啊，也是不容易的，也没有法子消受。过去所有诸国度，过去所有的这一切的诸佛国度，那么所有的诸佛国度，这是无量无边了。可是啊，一毛孔中皆实现，在这个一个毛孔里边呢，就能实现这么多的诸佛国度。有的听经的人说，这个我才不相信。当然你会不相信，你要相信，你要懂得佛的境界了。就因为啊，你的善根不够，没有那么深的善根，所以遇到真正的正法佛法，讲这个真正的道理，你就不相信。为什么你不相信呢？因为你啊，业障太重，魔力甚深。那个魔呀，就希望你不要相信佛法。啊，你要相信佛法了，那魔王的眷属就少了。所以啊，这个魔王啊，就是希望人不要信佛。那么讲佛教这个奥妙不可思议这种道理，没有法子啊明白，没有法子能相信。所以在这一毛孔里边就现出诸佛国度这种境界啊，这怎么可以有这一回事？但是你要得了五眼六通呢，这是很平常的事，不足为奇，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的。此是诸佛大神通啊，这个就是啊，十方诸佛所得到的这种大神通力啊。那么佛呀，他自己不说比任何人高，也不比任何人低，所有的宗教都在这个佛教里头包括着啊。因为佛教以法界为性，法界性，你谁能跑出这个法界呢？啊，你怎么样跑也跑不出这个法界。所以佛教啊，就以法界为宗啊。尤其华严经这个妙处，就以法界为他的宗，所以他这么妙。佛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所以前几天呢，这位新来的这个居士说是啊，都跟说的那是错误，都跟不会说这个话。这是啊，佛在以前就讲的。那么这个诸佛大神通力，这是谁呢？爱乐、爱药、寂静、天王能选说，他能选说这种的道理。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入世法性佛所说，智眼能明此方便。一切法门就是八万四千法门，这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法门里边又分出八万四千法门。
那么每一个有一个八万四，所以就是无量无边，重重无尽啊，所以叫啊一切法门无尽海。这个法门无穷无尽，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同会一法道场中，现在这一切的法呀，又都拥会贯通，成为一种的法门，也就是啊，无量法门设为一法门，一法门散为无量法门，所以啊，就同会一法道场中。在这个道场里边呢，就拥会了。入世法性佛所说，这种呢法多就是一，一又变成多。一多无量，像这种的法，法性，佛所说，这是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智眼能明此方便。这个智眼天王啊，他得这种呢无尽法门海的三昧解脱门，所以啊，他能明白这种的方便法门。十方所有诸国都，悉在其中而说法，佛身无去已无来，爱要会现会炫之境界。这个世界上啊，不仅仅就是俺们这一个世界，有十方世界，十方世界就有无量无边那么多的世界，所以才说此世界他世界无量诸世界，此国度他国度无量诸国度。所以现在总括起来就说是十方。那么十方所有的一切诸佛国度，每一个国度都见着佛呀，在那说法，所以说系在其中而说法，完全呢在这国度里边呢，在那儿给人为人说法。可是啊，在每一个国度你都有佛在那儿说法，是不是佛到那儿去了呢？到每一个国度去了呢？不是。因为啊，佛的身无去已无来，没有去也没有来。那么《金刚经》上
解释这个鲁莱呀，这两个字是解释得很好，说是汝来者无所从来，已无所去，故名汝来。这一般呢，连佛教这个名词他都不懂呢，这个佛教这个道理一点都不明白，他就啊很大胆来批评佛教，说佛教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其实啊，那么对他也不知道是对，不对他也不知道是不对。众生的颠倒相，就是啊，愿意他们颠倒中的颠倒。愿意在这个颠倒中还做一些个颠倒的事，迷毁里边又做一些个迷毁的事啊，所以啊这是太可怜的。爱要会炫之境界，那么前面所说这个道理，这是啊爱要慧炫这个天王啊，他所明白的境界。